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个车爆到水箱了，都不会动了，怎么会这样？爆掉了。对啊。可能不保很久，都没有去定期保养吧。哦，搞什么东西？拜拜喽，拜拜，经理。啊！这车子是不会坏啦。 听听听啊，带着整车的汗臭味，这我们李斌的车哦，19万的呢，对啊，曾经有职业过吗？像这种日本车过保啦，尤其没有偷牌的，始终的车主过保之后，只要去原厂保养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卖二手车遇到很多客人都会问，有些人真的以为只有原厂可以去，有的人是哦怎样你知道吗？他怕外面的黑他修理厂，对黑他或者是换这个来历不明的零件，很多人哦其实是因为这样，然后就宁愿回原厂。 比较安全。啊，有些是要看黑丝袜了。好啦，啊，反正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带大家去一个连锁的大间诶，米其林诶，哈，那阿吉好像也是有加入他们的，这算是一个联盟还是一个体系嘛？米其林做就是来吉人诶，够餐厅啊，对，美食指南，够做类，啊，够这连锁体系保养诶，够米其林宝宝，我买超过奖。我们今天带大家去体验一下10家汽车服务中心，来去看看有什么服务。 我们去遵餐最简，看一下是不是像阿吉那边整洁、光亮、干净，服务态度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去体验一下，走。今天带大家来到米其林10家汽车服务中心的立新店。到了10家，你除了定期保养以外，轮胎、机油、雨刷、刹车之类的保养也都可以来10家的汽车服务中心来试做。过了保护期，也不一定要回原厂哦。 相信可以颠覆你对于外厂汽车保养维修的一个想法。比如说，有一些客人他自己这个接手亲戚的车啊、朋友的车啊，还是二手车行刚买的。 安不安全，状况怎么样，要不要保养？开来这边我们这个米其林10家汽车服务中心立新店，会帮我看一下哦，我刚买会搞不保，什么时候有保养，什么时候没保养，还有什么安全性的东西，轮胎很重要呢。这个轮胎我跟你讲，不管你是去这个二手车行买，还是跟这个亲戚朋友买哦，轮胎跟刹车一定是最重要。我看你们轮胎也换很大，如果轮胎年份太久啊，它容易发生什么危险的事情。 通常如果我们在过去会产生一些胎变的胎体，有规律啊。那有可能会有规律，有时候是可能我们可能平路边外面，或者是又去洗车的时候，我们到那油性的轮胎油，造成它胎体结构的变形。这个危险啊！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万一爆炸，你要对轮胎刹车最重要的，最首要的哈、哦。那就麻烦李师傅帮我们检查一下。如果四个人在都要先拆，查而已，要先拆轮胎呢。 跟换刹车比先拆做点，不是啊，那不是啊，那好多卖。OK， 好，有个像我们通常会从像刹车底还有刹车板的有没有磨脱，或者是变黑碳化的现象，来跟客人做个评估。再来就是像传动轴。 它那个底碗那边有没有龟裂？哦，防尘套。对，或者是有没有油喷出来？那再就是放进去，再就看悬吊部分。那其实它的防尘套这就是很明显的破裂掉。馒头呢，油油的。再会检查那个刹车油管。如果车年龄比较久，对安全性也是非常。啊，对啊，踩急着绑，爆管。像连杆这些，我们会检视它看有没有会摇动。它是刹车。 还够正确，如果说客户不太好，动作正确，下去量。我觉得有时候保养就是这样，没关系，刹车皮你量完，你跟我说，大概剩六成，那换不换客户就正确。好，我们会给你建议的，或是刹车皮看起来已经比较年份比较老的，对吧？建议他换掉。所以这台目前这个刹车传动轴、方向机都 OK。那唯一就是我们的避震器的防尘套破掉，有点油气，不过没关系嘛，反正到时候我们检查完，我很简单，我车刚买回来。 跟我讲什么问题啊？讨论一下，评估一下，要不要花这个钱？后面也是，当然就像我们会检查一些油管，那这个也是，它是馒头，都不掉，然后后度 OK， 盘面也都蛮平整，那后面的悬吊就比较简单一点，我会看一下这个。
龟裂情况，真的对，没有龟裂会断掉。哦，这个目视就看得出来。对，哦，还基本掉了，有检查。哎，这个我还蛮少遇到的，有检查掉了。对，要是这个掉了，啊，没有龟裂。啊，或者说用排气管，因为他说锈蚀太严重。啊，爆缸，目前看起来都 OK， 还 OK。对他修过三边，我接手二手车才发现前车主很节俭。一边撑不住，先换一边。一般都换两边，就他只换一个。只建议都是一对。对啊，对 對, 对，这样才会平衡。变速箱它而离合，现在没有在剩余的情形。因为像其实它是去撞到过，它有时候它会伤到。它这个有油漆，就是借油螺丝。对，借油是可能，但是坏的车我没有清得很干净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你是我这台车回来，现在给你，你会有什么东西？基本上还是五油三水。对，先检查电瓶那个蓄电量。好，那我们就再看一下五油三水。哦，不然准备来开，你刚刚不是好开？下次我到这些充电桩哦，这个很好嘞。哎呀，李师傅，那以后这边装个加油岛，啊，客人来这边保养是怕油枪嘛。油纸，油纸，油其实油纸蛮干净。对啊，就是像我们会检测那个刹车油，然后我们要检测仪器。它的含水分是零，所以这刹车也是 OK 的。OK 啊，还要看有没有在一面的一面的跟上线跟下线的中间。好，然后再看那个箱，水箱对。头塔原厂的话，它会呈现红色，它那目前显示都是 OK 的。哦，那因为它像这种变速箱，它是做封闭式，封闭式的，对，没有油箱。前车主知道，他有确定跟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换，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再该换。但万一都不知道，你也可以来直加说，那干脆。换掉，对啊，从我开始计算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没尺可以抽了啦。不过至少我们知道变速箱没有漏油掉。对，那通常我们看皮带就是看这边的沟，皮带沟那边有没有那个龟裂的情形，不能有裂开。对对对对，旁边不能有毛。来看表皮这边有没有什么脱皮的现象？师傅觉得皮带目前都还 OK。后来用现在电瓶哈，我目测啊，我用感应的，我现在把正负极这样。90%啦，真的啦，因为这里写111年8月15号换的，哈哈，这刚换的啊，你喜欢我真正要通灵90%，啊，还是量下，对 对, 對，还是量下，还是量下，这样，哦，很好，92.87，我100%嘞，我刚90%还太保守了，他玫瑰咋个一几干？五油三水，我们已检查几个油了，变速箱可能没办法，机油嘛，刹车油嘛，发动机没有嘛，它电动发动机。最后一个是汽油，汽油油表刚是满的啊，调枪的时候就知道油表不准。然后再来三个水，我们有水箱的水，再来是雨刷的水。好，这个保养一定等一下会再检查。然后最后一个是电瓶水箱是免加水的，这样就搞定了嘞。所以难怪我们说这个是这个米其林的持家快保服务中心，快保是很快的，好不好？那接下来对轮胎，我们的轮胎是不是可以帮我看一下，建不建议更换？目前那三个轮胎很明显的，它已经。磨到了安全值，这个地方每个轮胎在一个段的距离，这边都会有个指示点，内外沟、排水沟这边，它已经接近它了。对，所以影响到它下一次的排水性。那其实这个轮胎是建议做建议可以换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前面的，里面是二是今年，哇，这个新哈，对，这个哦看起来就比后面胎纹稍微深了一点，对哦，安全线就离得比较远一点。然后再我们接近那个检查它胎面胎体。那我们今天如果假设我来这边我要换四颗轮胎，那你如果像这种日本车有没有代步用的啊，偶尔上上高速道路啊，那你会建议我们用米其林的哪一套的胎？这样，那是 C4。就是我们日常用车，它还兼顾了一个环保省油，因为它的轮胎的胎结构一些特殊的设计配方，然后它滚动系数变得更好，然后再加上它像一些排水纹的设计，其实都够我们日常用。哎、欸，要不然我们今天我们除了来直家立晶店做一个检查，还是来做一个快保，然后轮胎我们把它用它这一颗换上这个新的米其林的，拆起来的质感看有没有升级的感觉。检查完啊，你马上开机，你别再检查完。哦，谢谢，你师傅多谢，我来照啊。不会啊，我们基本安全也是一个服务啦，哈。还有定位呢，那我们定位机也是专业的。好，那我们就麻烦你师傅啦，处理下去了。好。Same side.
就是现在是插着在你后面的那个束夹，那后面这一节它只是拖一地，对，它基本上是固定。如果说像偏差过多的时候，其实它还是有一些中位偏位的缺陷可以做调整，就是比较需要做的事情。好，也有可能是需要皮法，因为你讲话，所以这边差蛮多的，是的，这是比较清楚。那这是比原厂的多大概0.16分。嗯，对，多一点就是比超原厂多一点这样。对，右边的部分都还 OK， 基本上那个外倾角跟后倾角、竖角都还在原厂那里。好，就是那个基本的竖角都调掉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可以直接做立体调整掉。好，没问题，拜拜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做调整。是，也顺便试一下我们刚刚检查的，对不对？轮胎跟底盘盖产生回馈，这样。我觉得这个冷气的声音都比轮胎声音大声呢。大家有没有？你坐在后面坐着，感觉那个滑顺感哦，很安静哦。搞不好我们收音就收得到了。刚刚我们来路上的收音跟现在的收音，我觉得就有差。你说这一条米其林的是胎叫什么 ？AG7 是。哦，那它算是平价的吗？它是算平价，而且就是蛮符合一般的大众需求，因为它毕竟考虑到那个日常通勤用车，哦，对，所以它特别强调节能环保这样子，就是 CP 值很高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杂志啊，另外一些就有 WiFi 账号密码，本店提供代客的轿车服务，是啊，一般只有嗨山奶有在做而已。啊，哎，你好，来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就是换胎包部分都已经好了，跟顺便帮你做一些基本性的安全性检查。那像我们这边雨刷，对，哦，灯光这些是灯泡。啊，有换一个，还有人对，就是因为轮胎要换，所以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根据状况啊做注明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感应片跟刹车板都是 OK 的，嗯，然后像连杆那些，还有那个避震器啊，避震器哦，我们看到的那一只今天没有处理，对。然后音乐机也换，哦，我们都把它换掉了。然后刹车油、水箱电一下也是 OK 的，对对 对， 对。然后像轮胎的部分，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 NG7 4。1956515，那个原车的标准规格。哦，气门水更新，有个正常机油器。哦，这都含工资了呢，其实蛮划算的嘞。我最后我还是有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爱车如果已经过了这个保护啦，对，哦，那如果想要来这边保养的话，你们还有提供什么样的服务？其实像我们还有提供像帮客户做一些像内装的清洁，或者是像加装一些电器的三星产品，那个我们都会有。哦，那些服务都有，对，你刚刚讲跟车有相关的，因为像我们刚刚看到现场也有，比如说这个你们的老顾客来打气的，对，还有这个我们刚刚换轮胎定位，那雨刷水，好，一些基本的保养，包含在你的服务里面就对了。而且其实我看他们因为人手很足够，其实速度真的是蛮快的哦。这就是那个法国米其林集团的一个汽车快保的通路，我们叫做十家汽车服务的立信店。对，哦，全省大概有90家，所以我们应该都是，除非你是比较紧急需求啦，那大多应该都是用这个预约的。其实你上网都可以查到各经销商的一个资讯哦，然后你都可以拨电话去预约。那我觉得像我今天在来的这个里面讲的每一样的验证，第一个。
地方是不是干净明亮、清洁整齐？那第二个，我们的报价是不是很明确？我们刚刚也验证，他用的零件都是经过总公司认定合格的零件。再来就是，当然他们所有人员的专业跟服务，我觉得都很棒。我觉得我最惊讶的速度真的很快，就跟蚂蚁一样，一台车叭，然后别个他咔啦咔啦咔啦，我一本书还看不完，竟然跟我说好了。好，真的很专业又快速，这个推荐给大家。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李师傅。好，如果有来民权东路六段110号这个立新店这边，可以直接来找他们试试看。对，来这边试试看，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、不一样的体验。好，有让我惊艳到说，哎，其实我们以前一直以为说，除了原厂好像很干净漂亮以外，外面的一些这个汽修厂，我们都觉得它是不是环境会不整洁啊什么。我刚看到你用完那个水，马上两个人，一个扫地，一个拖地，知道这个动作我只有在理发店干过而已，很专业啦，训练人员都训练得很棒，谢谢大家。那这个喜欢影片也要记得这个订阅、留言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多帮我分享影片。那有机会也可以来这个慈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好来试看看，谢谢，再见，拜拜。